是不是这样？没好吧？啊？好了吗？
吗？你看手上。看一下了，手工水饺煎饺啊，民间特色啊。煎饺15块一份，15块一份，20块一份都可以啊。15块钱10个，荠菜做的、芹菜做的、三鲜香菇的都有，各种口味的。半份小份的。这个蟹的可能还有东西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你看吧，6种蟹在里煎的啊，有六个口味的，叫六味天酱糊啊。你说这样我都来哈，你喜欢给我干上了。我腰间都小500块钱，我吃呢，我哎。那你昨天不得？昨天就。10个一对啊，对啥的？7个，10个了，是吧？好吃，我们那些饺子是吧？太好了，大好了。雪花的好了嘞。你大份的40个，小份的10个。大份的10块钱小锅。你要吗？我看看。你这样，你要拿着我身上走的，你上我的是简单的，我是严格的吗？你这都是一般的。来，十个来。你要一份吗，帅哥？要，我2份。我家饺子味道绝对老好了，2份是吧？啊，2份不送我一个吗？2份大份小份的。啊，大份小份的，大份多少钱一份？大份20块一份，小份15块一份。哦，要那大大份的吧？大份20块钱多少个？20块14个，就多送你一个了。